翻近埃曼，大批嘅示威者聚集喺政府总部同立法会外，向警员掟汽油弹。防暴警察多次施放催泪弹驱散，亦都出动水炮车。第一次向示威者喷射颜色水。部分人入夜之后，转到湾仔警察总部外架设路障并纵火。 铜锣湾亦都有大批人聚集，水炮车再次出动驱散。不过夜晚就有杂物同路障着火。尖沙咀亦都有示威者设路障堵塞一段弥敦道，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。 另外，夜晚有示威者行入港鐵旺角站破壞，而喺太子站有防暴警察進入月台同車廂，制服多個示威者，多人受傷。咁先睇下夜晚喺灣仔警察總部嘅衝突。 警方喺金鐘驅散示威者之後，部分人轉到灣仔警察總部外嘅軒尼斯道向警察總部照射雷射光，又喺馬路口堆起大型路障，有人向路障掟易燃物品，有示威者從修頓球場搬嚟看台，砌成一個更大嘅路障，火勢更大，橫跨軒尼斯道西行線。 附近大厦嘅洒水系统都被启动，火舌差唔多高到电车电缆，现场传出多下嘅爆炸声，黑烟笼罩成段轩尼斯道。20几分钟之后，消防员用灭火筒尝试扑熄，火势猛烈，最终要拖喉扑救。 而之前消防到场前，有示威者一度举起怀疑气枪，但未见发射。同一时间亦都有示威者掘起多个砖块。速龙小队夜晚大约8点出动，水炮车同装甲车亦都到场戒备。部分人向铜锣湾方向后退，警方向前推进。 期间制服多个示威者，双手被索带绑住，有人受伤要即场包扎，亦都有人要由救护车送院。而水炮车亦都喺铜锣湾驱散示威者，有人燃点怀疑汽油弹向警方掟。 警员随即追上前，发射胡椒弹同海绵弹。喺希慎广场对出，有示威者再向警方防线掟汽油弹，警方发射催泪弹，示威者一度后退，但随即再冲前。 示威者之后喺崇光百货对出，组成散阵作防御。有人喺路中心烧杂物，警方举橙旗警告，双方对视。警方之后沿怡和街推进，再制服多人。 示威者陆续散去。下昼4点半，大批示威者开始占据金钟下角道东西行车线。有人向喺政府总部入边嘅防暴警察掉玻璃、砖同埋雪糕筒。防暴警察先后举红旗同埋蓝旗警告，话佢哋参与非法集结。 聚集嘅人越嚟越多，警方举起黑旗，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。
示威者就将催泪弹掟翻去警方嘅防线。又将多个水马架设路障，警方再举橙旗警告示意开枪。示威者再用镭射光照向警察，防暴警察发射多枚海绵弹同埋催泪弹。示威者向政总入边警方架设嘅水马投掷汽油弹。警方出动水炮车，大部分人再向警方掟汽油弹，烧着水马同埋帐篷。警方水炮车首次用颜色水驱散示威者。又在天桥的人受伤，有示威者想冲前但是不成功，在地面的示威者没散去，继续用三角铁马向警方防线进逼。另一批人就走上下角道的天桥，再向地面的警察掟汽油弹，又掟杂物。警方发射多枚催泪烟，部分的示威者向湾仔方向后退，地上留下多个怀疑汽油弹，多处地方都有火种。防暴警察到下角道驱散，大批示威者陆续散去到其他地区。无线电视记者张家豪报道。下午大约五点，部分人由金钟下角道转到立法会示威区聚集，示威区设置大型水马。在水马阵入面的防暴警察被雷射光照射，阿信两三位跌咗啊！防暴警察一度打开铁栏出嚟，之后又入翻防线入面。现场的示威者冇离开，有人不断向防暴警察掟杂物。警方之后多次施放催泪弹，有人将催泪弹掟翻去警方方向。亦都有人掟燃烧物品，随即起火。有人将火种救熄。亦都有一批示威者打烂立法会外的间艇玻璃，又进入间艇入面破坏，里面的嘢被打烂，又将部分物件搬出嚟，有人用工具敲打水马阵的铁栏，之后撬开并拆走铁栏，进入防线入面，又向入面掟杂物。无线电视记者陈文琪报道。示威者在尖沙咀弥敦道聚集，搬水马、铁马等做路障，又堵塞广东道两条行车线。大约半个钟之后，那批示威者到港铁尖沙咀，话快闪完毕。而尖沙咀警署外，另一批示威者用镭射光照向警察，警方施放多枚催泪弹，示威者四散。有市民到附近的商场暂避，大批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沿弥敦道驱散。示威者又在地下留下多个火种。夜晚有示威者进入港铁旺角站内，有人用地拖敲烂闭路电池，又有人用回收箱、地拖、铁通等将门封上，并且在门外喷漆，又不断用遮、铁通敲打车站控制室，又破坏售票机，
港鐵話站員為安全起見，被迫退到去另一間房，之後報警求助。太子站夜晚有大批著黑衫的示威者在月台換衫，之後多個防暴警察進入月台制服多人。有防暴警察用可以發射海綿彈的槍指向在車廂內的示威者，部分示威者迫在自動電梯未能夠散去，警察用警棍制服，又拖拉部分的示威者。有防暴警察衝入車廂用警棍打示威者，又噴射胡椒噴霧。多個示威者受傷。在月台有被捕的示威者頭部流血，現場有多人被拘捕。而彌敦道亦都有另一批示威者聚集，防暴警察沿彌敦道驅散。之後有警察進入旺角站執法，叫站入面的市民盡快離開。期間制服多人。無線電視記者廖卓儀報導。夜晚十一點幾，部分示威者轉到黃大仙，他們行出龍翔道，又搬出路障，堵塞來回行車線，車輛無法前行。部分示威者在馬路用鐵架築成路障，之後部分人離開，分別向九龍塘方向或者是樂富方向。點幾有示威者到北角聚集，應黃道和北角道交界，有手推車上的雜物起火，防暴警察舉黑旗警告會施放催淚煙，並向前推進。有人在英皇道用雪糕筒和垃圾筒設路障，路面有火，有車要避過路障逆線慢駛離開，警察嘗試撲熄火種但是不成功，之後將它踢開，亦都有人幫手救火。防暴警察在英皇道一帶設防線，示威者沿英皇道往天后方向離開。